This is Traveler Carrie's channel.接下来呢，要带大家到这一站，是永光故事馆。其实我来这边那么多次，也没有特别想说要进来介绍给大家。那反正它就是一个历史建筑。那永光村这边呢，以前叫做看陶厝。 在清朝的时候就有聚落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，大概看一下，就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这样应该看得到吧？ 现在身后的呢，就是永光故事馆。那现在呢，里面就是贩售一些咖啡、简餐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喝咖啡，享受一下在日式小屋里面吃东西的感觉。又到了买蒜头的季节。 蒜头的季节就是要吃蒜头。池塘里有很多鱼，每一只都看起来很大。Carrie 嘞？Carrie 嘞？我在选蒜头啊。立马云林蒜头，这个梗蛮好玩的，再一次。立马。 我今天来拿免费咖啡了，哇，泡好了，泡好了。真的很想要再续杯，再一杯，还可以尝试不同的口味。 我等一下要喝杏仁，来这边。
你的，这杯你的，接好了，接好了。如果发现这边没有人啊，你来，谢谢，刚才有拉过去，正能感。下一站，下一站，满载而归，走。我本来是要去那个斗六的那个老街啊，然后在停车的时候意外发现。这边有那个日式时期的那个警察宿舍，然后我就顺手拍了一下，发现其实它蛮不错的，这边就是有点跟那种早期的那个日式时期的宿舍，然后都遗留下来嘛，遗留下来之后，它就开始承租给一些业者去经营。那我后面这个啊，也是弄得很漂亮，超适合的啦，超适合打卡的。给你们看啊，虽然我现在是用自拍的模式。晚上的时候，它会点那个灯啊，像这个这样子，感觉很不错哎。看，据说所有的 YouTuber 啊、网红啊，到这个大街上啊，一定要先跟这个看板先拍一张。哦太平大街 ，OK， 我现在去逛了。我想我现在已经非常接近那个好友推荐的那一间鱿鱼嘴羹，然后斗六人都一定是吃这一间。我终于找到了，找了好久，不过呢，我终于找到妈祖庙旁边的这一间鱿鱼嘴羹。据说这个是斗六人才会来吃的这一间，然后呢，旅客呢就会吃他附近的那一间。好，我终于找到了，那我现在要继续吃鱿鱼嘴羹。来斗六怎么可以不吃鱿鱼嘴羹呢？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们哦。好，那我要进去 shopping 了。
伴手礼哦。好了，心满意足，回家。